次我哋嚟嗰阵时咧，去呢个庙啫冇开，因为系 COVID 嗰阵时，我哋而家入去睇下啦。今日有开。以前嘅船系载炸药嘅。我好低啊！好似我啱啱好企到直，但系啲人应该系企唔直，所以孭咗下。还有一些音响，还原当时的情景。蹲着走比较保险，要不然呢，肯定会敲到头。呢艘船咧系1653年嘅时候已经开始运作啦，佢有 carry 三样好重要嘅嘢啦，第一个咧就系军炮的，跟住佢亦都有 carry 炮啦，亦都有 carry timber 嘅，即系我哋睇过咧就系 downstream 嘅嗰个 carrier 啦，将佢 upstream 嘅时咧佢就 carry charcoal 嘅，到1946年嗰阵时咧佢已经冇再使用啦，所以呢个船就得咗喺呢度做 museum 啦。呢度就是佢哋嘅廚房，有一個餐座，跟住仲有啲煲煲叉叉。这里至少还可以站得比较直。在货舱那里呢，背后都弯到痛。现在门出回去了。咁矮啊，真系去咁闷。以前咧，佢呢度全部咧系攞嚟载货嘅，净系得一啲咁细嘅地方系可以攞嚟休息。而家我哋出去啦，好细啫，其实呢个庙先，真系好细，喺嗰边入呢边出，冇咗啦。上一次过来，这个干炮的 store 也是没有开，我们现在进去看看。现在这里面当然已经没有炸药了，但是有很多的展览，有一些以前用的留了下来的东西。我们刚才参观的那艘船，它的模型。想当年咧，佢哋研究咗呢个 pulley 嚟抬重嘅嘢。好似呢度得一個 pulley、兩個 pulley 同埋三個 pulley， 佢哋每個都有差別嘅。好似得一個 pulley 嘅話，你要好大力先能把佢拉到上嚟。但係咧，將佢有兩個 pulley 嘅時候咧，你就容易得多啦。但係將佢有三個 pulley 嘅時候，就最容易嘅，可以再拉最重嘅重量。這一扇門感覺已經在這裡好久好久了。现在要过来这里参观还不需要付费。对了，在干袍的 store 里面还有一个乒乓桌。之后咧，把呢道门闩咗，水就会开始 fill up， 跟住咧，佢就可以开门，行嗰边去啦，睇下边边水比较高。我们现在在 River Way 的展览厅。他展示他的历史，他如何运作，还有其他关于他的一些故事。
还有一个好有意思的书店。佢嗰啲书全部都是人捐出嚟嘅，然后捐咗之后攞嚟卖咧，赚咗钱咧系攞嚟做慈善嘅。好似旧年咧，佢已经 raise 咗16,000英镑，就系卖呢个旧书啦。我们参观了好几个 National Trust 的景点，现在要走路前往 Guildford 的 Center， 用的就是这一条路。要知道这一条捷径的 gate 呢，它在星期二跟星期三是关门的。野生的 berries， 这些黑的就是已经熟了，软软的，很甜，而且很 juicy。过了那一座桥，就来到了对面，可以沿着河畔再走。Guildford 的火车站，Guildford 呢度咧有好多小街小巷，可以行去 shopping 睇下嘢。就算唔系嘅话，睇个 building 都好靓。我哋嚟叫忽咧，唔係 size 嘅，我哋嚟 shopping。而家 Sarah 做好大嘅sales， 好多衫都係3磅99啫。所以唔同你講啦，我哋管住 shopping 先，啱啱再見，拜。National Trust 嘅 member 咧，搭車係唔使錢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係5蚊5磅。4个钟或者是8磅一日。好了，我们要离开 Guildford 了。嗯，拜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